曲歌王罗时丰为我们带的《错过你我不要》。捷运的列车来来往往，我上上下下的寻找，寻找每一个掉落的心，每一个掉落的拥抱。原来我早就习惯了你的呼吸，你的心跳。现在你从我身边走开，我才明了，忘不了忘不掉你给的每个好，就像一颗颗的毒药。省不了脱不掉你给的每个好，找不到解药。谁都不要，错过了你我无处可逃，现在梦里想你爱你念你的圈圈，我跳脱不了。错过了你我谁都不要，错过了你我无处可逃，只能拼命的用力的紧紧的抱住你。错过你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最近出唱片了，对，发片了，发片，对呀、啊，大牛哥，你不是也发片？所以他的专辑不重要。我们还在包尿布，我是早出道啊，早其实我并不老。我爸每天晚上八点都要看他的 DVD 啊 ，DVD， 我马来西亚卖疯了，但是都是盗版的。我阔别了二十几年，是是是，阔别又出了一张啊国语专辑。哎呦，我特别还把林淑荣林姐，淑荣姐拉回来找回来，哇，我的寻遍很多的地方，好，好不容易找到她，重新出来，你先讲的看啊，清淡水流浪，啊，那个辗转找到她，然后跟我一起合唱，不是无缘的结局哦，哎呦，是再爱一次。再爱一次，所以有结局了。再爱一次，希望大家阔别多年，要再爱林淑荣。对对对对，林家公你有。而且也是我们不一直是我们的片头曲。哎呀，好厉害哦！那我们问一下蓉蓉姐好了，这次的专辑风格是走什么路线？哎，我是觉得哈，要说卡拍讲啦，我会去唱给恁听。夸下崔姐，夸下崔姐。既然是同门，就两人同一队，加上蓉蓉姐，艾腾率领自称长江的道远及大巴组成少年队，鹿死谁手，大家等着看哦。游戏怎么玩呢？轮流看字提示，猜出横排三到六个字的歌名，猜对及演唱即可得分，猜错即翻到炸弹，只换对方猜题。请各位一起听金曲嗨翻天，金曲嗨翻天。今天重量级的巨星都到齐了，没错，两队呢，请派代表彩拳。哦，大哥上。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不对？我来就好了，来。剪刀石头。剪刀石头布。同队，请翻牌。选你喜欢的。对，选你喜欢的。你先。水平呢？因为迄有当时啊，内底有通电，通电的你莫甲惊啦，安尼你来咧，通电，通电，没有没
有意思啊！前面点开红鞋。来来来，爱神队请翻牌。哎，怎么那么快？这样就一啊？我太多了哈，随便猜啦。因为眉飞，你说眉飞色舞不如跳舞，一个人跳舞都是啊，太多了，随便啦，一个人跳舞啊，一个人跳舞对不对？哎，错，请回。来，龙姐，请慢慢，龙姐。不然我就开。红色的。天气来好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哎呀！就是这首歌了啦。他刚刚说的。刚刚知道猜这首。眉飞色舞。眉飞色舞，对不对？哇！厉害！龙姐，请上台。还没跳。请翻牌来了，我首先开第一个喽，炸弹，夜来香啊，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嗯，夜来香还蛮好听的，夜来香对不对？张景维，我夜的就好多，请翻牌，我开心的好了，好，然后你开心的，开心吗？美美，哎，公公，我要猜 SHE 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有可能是台语吗？有，美丽的交换，江蕙姐的。哦，厉害，我没有办法唱，谢谢。没有，没有，狼姐赶紧倒沙缸，你只有给他打枪哦。他帮我敌对呀，《美丽新世界》对不对？哎，错，请回爱神队，请翻牌。哇，大八大八八。可以坐几个人？九人吧。9人是小八。大蛋，大蛋，大大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关系的 ，OK 的，来来来，哦来，龙队请翻牌。啊，接着继续美啊，继续美。哎呦，哎，娘。黄龙红有一首歌啦，台语的台语，水沟牛啦。水沟牛。哦。经典，来来，哎，那个美就是水哦，对呀，水果牛，这是美姑娘子哦，水果牛啊，水果牛，水果牛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请上台，加油！耶！八卦杯，江里水的小姑娘，水最嘛真古锥，哎呀，真古锥，樱桃的小水果，天啊风月。红红的乌色目睭，我冷冰。我冷冰。姑娘，我想要请你看电影，饮咖啡。哎呀，咁好势。啊，免太势，啊，免太势。好你心袂开。好你心袂开。哥，恭喜你得分！答对了。我觉得找到彤彤的专场就是合音。哎呀，那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刚才那个合音，来让彤彤试看看。对啊，你叫大牛哥，合音。大牛哥的请进。八卦街，这呢水的小姑娘，是最嘛真古锥。你还是好好演戏好了。彤彤到底唱出什么可怕的和音来彻底消灭罗时丰的信心呢？八卦街这呢水的小姑娘，是最嘛真古锥。伊也真古锥。我看他可能连这个和声的部分也没有办法做了。你还是好好演戏好了。好。好
爱人队请翻牌。哦，我来翻这个，可能是夜夜夜夜，我想唱那首歌好听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！简单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出来了，太明显了啦，真的没有别的歌了啦，就是港香港夜景。喂，香港炸弹夜景，有这首歌吗？有这首歌，你唱哦。港都夜雨啊，港都夜雨，对不对？哎，也有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首歌因为很多版本，我今天有准备，有在。喂。我知道你要学谁了，落石都华。喂，是不是这么明显？落石都华会在港都夜雨？不是啦，齐秦大哥啦，齐秦大哥。对呀，好了。这个什么？得得得！这个难了，这个好笼统，得好多很多的。其实也是啊，梦中的情话也是啊，哎，我的一颗心也是啊，我的一颗心对很多。那我觉得梦中的情话好了，梦中的情话，梦中的情，梦中的情话，梦中的情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好了，那真的请翻牌，我先来解决这一题吧。你还没唱歌了，导演，这个炸弹，炸弹，啊！哎呦，炸弹请回，红队请翻牌。结局嘛，对呀、啊，大牛哥的歌，对呀、啊，无言的结局，对不对？两位请上台。哇哦！不是无言的结局吗？为什么要那么深情呢？对啊，怎么那么深情？怎么跟歌不符合啊？曾经是对你说过，这是个无言的结局，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。从大牛哥的唱腔里面，我领悟到一件事情，对，他应该也是模仿界的始祖，他是模仿界的九官鸟，哎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大
刘哥近期有一个一把照的模仿对象，哪一个？萧煌奇大哥，萧煌奇老师，他算是个男模仿第一名哦，开玩笑，厉害的，哇，一背起来就，哎，李总统，这是谁？哎，喂喂，他是萧煌奇吗？你都戴墨镜，他最近好像出现公共场合都会戴墨镜。那你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李总统唱萧煌奇老师的歌吗？我不会唱歌啊，我也没有出过唱机啊。大家共同为台湾来打拼的话，啊，我带来这一首萧煌奇的歌啊。好想听哦，阿妈。第一回合所有的歌曲都已经唱完了，统统队在这一回合得到的分数是15分，爱城队输了一点点，他们只得到了5分。第一回合输了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第二回合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马上进入下一回合。是两队，请派代表彩拳，请大石头布。道员请回，你又是布，我刚刚都输了，请翻牌。说，蔡依林的说爱你好了啦，说爱你对不对？不是，请回来，爱神队请翻牌，道员来，道员炸死你。说，陈说爱你啊啊。再怎么说，今天大牛哥来，我一定要给他面子，安代后一组啊，所以一定要猜他的歌，对不对？这个啊，那有了，对啊，五八公爱你，五八成功爱你，嘿，嗯。罗时丰大献殷勤的道远猜了不曾说爱你，难道只是牛屁拍在牛腿上而已？今天大牛哥来，我一定要给他面子，安代后一组啊，所以一定要猜他的歌，对不对？这个啊。有了，对啊，五八公爱你，五八不成功爱你，嘿，嗯，不成说爱你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哇 ，yes， 哎呦，赵远琴上台，这个好好听。五八公爱你，偏偏是死去才知痛，无你点心里，想要将你疼离。爱如潮水啊，爱如潮水，对不对？啊啊，错了，错，请回，回来吧，牛儿，来，大家一起翻牌，摸呆呆，炸到了，爱神请回，同队请翻牌，四，炸到旁边应该很安全，嗯嗯嗯，那炸过了就不会再炸，错，疯了，哎呦，连续两颗啊，好快啊。真的，这几率不多哎。对啊，爱神队请翻牌。可能三个赞吗？我觉得不太可能吧。有可能哦，是不是如果爱啊，后面就炸弹了。三个蛋，祷告。没蛋，说们。没蛋。爱你，爱你。蔡依林有一首《说爱你》，龚爱丽。龚爱丽，蔡依林有唱台语歌啊？没有啦，国语歌叫《说爱你》。说爱你，对不对？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。
干嘛的呀？不哇，不好多，心不好，心不了情。好了，开不了口，好了啦，开不了口。嗯，好，开不了口，对不对？请回爱神队，请翻牌。来，好，到你，是这里啊。又是再犯几回，怎么再请翻牌？还有什么布啦？哎呦，不谎，不谎，不谎啊！呼吸不说谎。纪辽官在我们那个时期是属于嗨歌型的。哎，对，印象中你对这种应该是好像不行。我来后了啊，如果是呼吸不说谎，那是我上你节力布，我送给你的。安尼啊，什么礼物？让你唱起来更得心应手。哦，给你大餐啦，可你妈闹亏。哎啦，给你大餐。哎呀，你是直接看尿无点，你怎样？我不立的预计条歌啊。好，为了你要给我一个惊喜，快歌，对不？呼吸不说谎，干不？来，呼吸不说谎，对不对？大鸟哥，请上台，我的礼物请出来。耶！哎呦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，好，怎么离那么远呢？哎呀，防疫专家呢？你影响我的磁场，改变了所有信仰。雷曼欧曼雷，你扶起我的肩膀，改变了眼睛怎么看怎么放，真的一言不说谎，还没发生已经难忘。只有呼吸不说谎，就算爱情再闪亮，不管声音怎么样，爱不是个幻想。只有呼吸不说谎，就像爱情再闪亮，不管生命怎么样，爱不是个幻想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. 爱神队请翻牌。哦，爱做梦的鱼将会好，爱做梦的鱼，对不对？哎，错，现在请回吗？成龙队请翻牌。很难讲啊！切，哎呦，切，金切啦！我知道，南台湾小姑娘，爱情切啦！哦，爱情切啦，对不对？压轴了，压轴了，龙姐请上台。切啦切啦，我的心痛，你是一个花心多情的。哎呀，就不谁！第二回合，我们所有歌曲都已经唱完了，纷纷宣布一下，两队的成绩在第二回合，统统队得到的是10分，爱神队得到的也是10分，耶！两队两回合加起来总成绩，统统队得到的是25分，爱神队得到的是15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冠军队伍就是我们的统统队的。这边谢谢这个大牛哥，哎呦，还有龙龙姐发片呐、啊，希望你们的专辑可以卖得很好。啊，大巴有时间就常来我们的节目玩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记得呢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收看我们的《新兵进行曲》。